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君子有成人之美。只要我认定是对的，而且我也帮得上忙的，我就会全力以赴，绝不放手。我多么希望这些外地的钱可以回流，只有经济稳定，年轻人才敢去想象自己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因为经济环境不佳，我们无能为力把孩子留在身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外面受欺负。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佩霞。今天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我接受郭台铭先生的邀请，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副总统。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这里，眼睛瞪得比嘴巴大，心里想：赖佩霞，你搞什么鬼？民调这么低，淌什么浑水？也不为自己想一想。我的答案是：没办法，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君子有成人之美。只要我认定是对的，而且我也帮得上忙的，我就会全力以赴，绝不放手。接下来朋友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我有一群当初跟郭董一起创业的老朋友，私下谈起，他们都会说他是个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秀情的人。只要跟他一起打拼过的员工，无论是学历高低，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跟优厚的待遇。他也曾经跟我说过，大家看到的只是郭董他霸气的一面。事实上，为了公司的生存，他的身段比谁都还柔软。据说有一次为了拿订单，中秋送礼，他顶着大雨站在人家门口等了一整天，对方就是不开门，一直等到晚上，业主的太太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请他进去。为了公司的业务，他就是不放弃，他的真诚、他的毅力最终感动了业主。这就是郭台铭拼搏的精神，所以也难怪竞争对手讲起他不免牙痒痒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另外一个比较是我个人的因素，从2016年一例一休政策开始实施，我看到原本生意兴隆的老店铁门一家一家拉下，门口一张张剥落的休业公告，一封封没有拆封的信洒落一地，原本热热闹闹的街道转眼变成了无人打理的空巷。看着那些老老板红着眼眶满心愧疚的请求老员工们的谅解，那一幕在我心里念念不忘。一个没有经过跟老百姓讨论的政策所引发的骨牌效应，不是我们一般外行人能够想象的。我们需要有专业素养、有实务经验的人来制定对的政策。40年来，我投入大量的心血在研究心理学，我知道为了身心健康，我必须要关心台湾的经济。经济一旦下滑，人的精神就会受到影响，接着可能就是家庭破碎，甚至于一蹶不振。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满街游民的场景是我们的借镜，绝对不能让它发生在台湾。有一次
碰到瑞士银行的一个高阶主管，我忧心忡忡地问他，我说你看台湾的经济怎么样？他说放心，当年韩战越战后，美国经济起飞，台湾赚到了；日本经济起飞，台湾赚到了；大陆经济起飞，台湾也赚到了。台湾其实很有钱，只是都把钱放在国外，主要是因为两岸不稳定的局势，让他们不愿意冒险。大家所谓看到的这些外资，大部分都是台湾人的钱，可惜他们愿意投资股票，却不想把钱留下来做长期的建设，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撤资。听了我一则以喜，因为台湾人有钱；一则以忧，这叫那些不懂金融操作的年轻人何去何从？那些不想做高风险投资，只想过稳定生活的年轻人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要他们如何想象未来，如何规划人生？我多么希望这些外地的钱可以回流，只有经济稳定，年轻人才敢去想象自己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做父母的也有机会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相信我们都还记得之前柬埔寨的事件，那绝对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梦靥。因为经济环境不佳，我们无能为力把孩子留在身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外面受欺负。我们不能再让这样事情发生，也不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除了拟定振兴经济计划，还要有彻底执行的能力，在需要的时候更要大胆改变，不退缩。我在这里恳请郭董，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请那些海外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一起回来台湾，拟定对的政策，吸引台商回来投资，跟留台湾。同时也让那些目前在海外打拼的台商相信政府是会成为他们坚定的后盾。还有，请你去争取一些好的国际项目来台湾。希望用你50年经商的成功经验，帮助台湾人、年轻人立足台湾，放眼天下。看来你奶茶要多喝好几杯。接着朋友可能会问，赖佩霞，你能做什么？自从听到郭董的邀请，我开始上网搜寻，我真的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讨喜？明明善良，决定聪明，能干，有实力，又有钱，怎么会把自己弄成民调那么低？加油！加油！没问题，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好。我的专长是沟通协调，除了偶尔演戏，过去30年我都在念书，同时研究心理学。我拿了博士，专攻领导力，过去几年也在哈佛、甘乃迪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学习，这些专业都是我未来可以贡献的。所以接下来首先我要做的是跟内部沟通，因为他们非常辛苦，跟媒体沟通就是你们，谢谢你们，然后跟
在野党沟通，而最最重要的是要跟全国的民众沟通。两岸和平，经济繁荣，放眼天下，绝对清廉，是郭董非常有把握的政见。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也希望除了霸气总裁，大家还能够认识到他有情有义，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这一面。同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政见做更清楚的说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无论任何人执政，未来四年都会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只要大家希望看到在野合作，郭董就会继续带着团队朝那个方向前进。最后我要说，好多年前因为拍戏遇到一个刚从欧洲念完硕士回来的年轻女导演，我们聊起了她的父亲。他语带哽咽说，他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跟父亲完全都没有联络。原来当年太阳花运动，由于自己太过热衷，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跟父亲起了严重的口角冲突。父亲突然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叫他滚。他气愤难平，临走前也脱口说了一些难以收回的话，因为他无法相信那个从小把他当作掌上明珠、一向最宠他最爱他的父亲竟然会动手打他。那一记耳光就此拆散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幸福。他伤心欲绝，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要一到选举，这一类的事情还真的不少。像是群组里面可能因为的支持的候选人不一样，就彼此放话攻击，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真的没有那个必要。我要说的是，亲情、友情、爱情，经营任何一段感情都不容易。哈佛有一项研究显示，人要活得健康快乐，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经营。选举是一时的，为了选举把一段关系给搞砸，一点都不值得。外国朋友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我更想说，台湾最美的其实是人情味。我们坚信，只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台湾。毕竟，你我都深爱这块土地，当然也要爱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谢谢。谢谢，谢谢赖佩霞女士，谢谢。好，我们现在请两位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间。再度走到舞台的正中间。